那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家乐福吧，然后刚刚看里面有一只闪电鸟，是的，就是我们没有抓到的那一只闪电鸟，现在里面有一只。激动！看到没有那个精灵小基地？皮卡丘。你说的宝可梦吗？我们现在双剑合璧，再来一次，到底有没有机会今日突破魔咒，获得一只闪电鸟？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火焰鸟，哎呀，皮卡丘，炸！哦呦呦，还没死，小伙怎么那么厉害？有了，丢一颗高击球捕获这一只。超级球也是不错，左边的美洛耶塔，动喂，都是谁哦呦，竟然还有第二场强大，你为什么都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安安插卡，关卡小班陀，小弥陀插卡，会出现闪电鸟吗？我觉得会哦。哇，幸好第一场就遇到了，感觉非常的欧洲了。又是火爆兽，一模一样。我们上一场没有看到火爆兽跟闪电鸟。哎呦！反击机会有没有？没有，可以啊。弹对过。哎、欸，那闪过呢？厉害嘞！对啊。还说一只小斑斑，今天有一个观众跟我们说，有一只叫做文斑斑的，人家说我要跟尼陀嫂学一下怎么样欧洲的。哎呀，啊，拍一下西多兰好了。我们按一个最高的，一二三，你为啥帮我按？你看失误了吧？对，会把它来扳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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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去哪里？闪电！哇！怎样？打你还退啊？退。啊，我退。可以把摇杆球向前推。推一颗。哇，超级球，没了。对，看呢。这一颗精灵球。哦妈！下一面一位。对。他说：“妈妈，加油！”越过夜哇，有没有闪电鸟呢？没有。那我们从这个家乐福跑来这个汉林右上看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回去家乐福。如果这边什么都没有的话，有东西吗？一步。我一步，好多一步啊！一步家庭，我们投个一道啊，就这么一道。嘣，没有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这一打第二场，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去家乐福了。回去家乐福，快龙，妙蛙黄。刷了两场废卡的感觉，什么都没有，兄弟。来，我们回到家乐福吧，从刚的翰林右仓又跑回来，啊，
然后来看一下那只闪电鸟有没有在，看起来是不在的，因为都没有半个人。但因为现在有点晚了，有一会儿是大家不想打了。哎，应该是下了吧，闪电鸟。然后我们刚看里面好像没有闪电鸟，剩下孤单的火爆兽，还有一只美洛耶塔。哎，把摇杆球向下。哎呦！太好了，是超级球。那你怎么推开的？不过这一只没有，该不会跳出交换机会吧？应该是不会了。来一个第二场吧，闪电鸟还在不在？闪电，闪电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走了。还是梦幻，好像有点两两个，两两个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好啦。那我们从刚的家乐福之后，我们附近有一台娃娃机坐在家乐福对面，那我们来过来这里看到一个球台，刚好是我自己也在做娃娃机的球啊。那么来讲讲看，这个别人的球台跟我的球台到底一不一样 ？OK， 来，先试看能不能出货。哇，这个感觉有点难晃，时间很短。喂，出货了。好，来看看通通有奖，他说通通有奖啊。达尔 One Piece， 哪一只？居然就夹到一只达尔 One Piece。对啊。哪里狗嘞？达尔啊，你看一下。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再花个十块夹看看。妈妈，妈妈，爸爸要拍片。可以走。那我们当了这边球夹了之后，发现有点感觉，第二颗要夹之后有点难。嗯，所以我们来夹一下旁边的这一台红包台。那我们也看一下上面的，蛮多的。它只要夹到的话，应该都是有奖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奖。那不是行李箱，真是。好啦，好夹100啊！我们来夹看看，这个好难晃哦。这个跟一般的台子不太一样哎。你二手？没有啊，我要下去他就给我收走了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好，再试一万件。对。好，我们再来试试看了，这边十块这么满，看起来。啊？好怪哦。好，我们不要咬了，干脆不要咬。直接。直上直下。30下。哇。哇。很丢哎。直接丢到海边去。这个摇力写手很奇怪哎！哦，有！再加看看十块，再加看看十块。这个很奇怪的力写手，不是力写手，这红包还太奇怪了。啊啊！好，再一次哦，最后十块看看哦。啊，怎么突然又正常？啊，然后怪怪的，你看，太奇怪了。哇，很难哦，直接往海边丢去。真的，好来，来看看这个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？一包面子。没了。没了。是怎样？叫我们擦擦眼泪哦。这怎样？啊，不是，没有奖状。没有奖。四台信，先四个台信。我这边怎么都那么奇怪啊？这边的逆血甩都跟我的想象的不太一样哎。啊？啊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试看看另外一台鬼灭之刃。嗯。先看看这门的可不可以出好。嘿嘿嘿。这也是同一个台组。同一个台组，全部都同一个台组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对。是同一个台组啊，那是长组。难怪都设定太奇怪，太奇怪了。就是好了，这更要需要最后十块的机会。我有。
哇哇，一个天旋地转呢、欸！他等下会往外丢，直接丢出去哦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是回原位。对，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了，反正这一部影片就是。娃娃机的成分占比较多成分，人电鸟就没抓到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一部影片要送出俊雄哥的四星宝可梦，然后我们恭喜画面上的朋友两位。我们昨天呢没有上影片呢，是因为我觉得弥陀哥呢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太非洲了，所以呢就休息一天啦，真的是从上一年的12月更新到现在没有停过，就只有休息到昨天，真的是非常的爽快啊，非常的爽快啊啊，第一天放假啊，这个五月啊，第一啊五个月来了，这一个放假啊，好啦，那不再废话了，我们影片就做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，请继续支持我们。然后我们5月31号要抽出日式说我家的哦，只要加入我们的会员，就可以抽出我们的日式说我家的哦，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明天要记得帮我们按赞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